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摄影打灯的部分。那我们就直接给你们看最终的成果。我们的摄影机就在我们的前面，就这样照过来，看起来就像这样子。那我们后面有一盏勾勒人的头发的光，你看这里也、就是有一个勾勒头发的光。这个是用 Adam Cube RX7 7寸口袋摄影灯直接打墙壁，让它有一个有点稍微柔和一点点，比较大面积的有点。更大面积，然后就是包覆我们的头发这样子啦，来一个勾勒头发边缘。那这里呢，就有一个600滴，然后直接往天花板打，因为我们天花板是白色的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往天花板打一个柔和大面积，这样完全不需要什么控光幕啊、柔光幕之类，直接往天花板打一个超大面积的光源，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柔和、非常自然的光线。那我觉得正面呢？光线呢有点不太够，所以我又多拿了一块 CRLS 反光板去反什么呢？反那一大片面积的光源，所以就是用一个柔和的光源反射我们的反光板。然后这一块是2号比较硬的光质的反光板，所以我们光线强度还是蛮强，而且可以蛮聚集的打到我们的脸上，所以才会有这一个。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把它遮掉。嗯，有，你看我把它遮掉，没有反光板。有反光板，没有反光板，有反光板，其实效果还蛮明显的啦，就有这个摄影反光板才可以办到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拍摄了。